么还炸了呢？我说唐官，我幸亏是来得及时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说你心咋那么大呢？这个西瓜是能随便切的吗？不是，我问你，你想咋切？偏左还是偏右？这怎么？我切个西瓜还得偏左偏右啊？我往中间切不就完了吗？中间派最没有立场。我就切个西瓜，我还得有立场。这是普通的西瓜吗？啊，那骆小西和施一男因为他引出了一场真瓜大战呢。啊，真瓜大战有那么严重吗？来，你那给我来。对，我给你打个比喻，你给我。你会切吗？这个地方啊，就好比楚河汉界，一刀下去切得好，那是中分天下。切不好，那就是一场大战呐！真的，那你切吧。像你样呀，我觉得你呀，不应该叫生存大师，你叫忽悠大师吧。哎呀，我今天我就切了。那你切呗，你切，切，你切。嘿，你切。我今天就切给你看看，啊，看好了啊。我切吧。突然就没有。哎呀。切呀，你切，你倒是切呀！我切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叫我？那行，那行，好，我不吓唬你。唐欢要切西瓜了！哎哎哎哎，你吵吵啥呀？我切个西瓜，你吵吵啥呀？怎么的？不让吓唬，不让吵吵吗？来，我看，那你切，你切，我看你就不吵吵，也不出声。我看你切，来，我给你。你不能看着我！我怎么不能看？我看你切，你切呀、啊！你不能看着我，你脸掉下去！你看着我切不了。你切，我脸掉下去，你切。拉倒吧，你看这样行吧，拉倒了，老婆，来来来，我看你也没有那个胆色，来给你一个安慰奖。嗯，不是，你有鲜花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说什么玩意儿呢？有没有见识？这是香瓜吗？这是小西瓜啊，我刚从这里挖出来，这不就是香瓜吗？你当我傻了呀？嗯，哎，真是香瓜啊！嗯，那行吧，那就当给你个台阶下吧。不给我台阶下，那我不下能咋的？我让你，你接呀、啊！你看你那样，妈，离得远点。我掌管着一千多人，集团上下，从 CEO、COO， 再往下 ，OD、MD。哪个对我不是客客气气？有一个敢对我这么说话的吗？作为 HR， 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那些都啥意思 ？O 啥 D 主持人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高级领导的缩写。啊，那就高管，那就大 boss 呗。那简单的组团下副本干他。以前不管多少人，他们都对我言听计从。啊，现在就这么几个人，我怎么就治不了了呢？问题好像这些人都不归你管的。你再说一遍。问题是你管的这么好，他们都哎呀，他们都不领情啊。尤其是那个失忆的，什么都记不住了，还敢强词夺理，挑战我的权威。哎，我哎，你把我反聘回去啊！告诉你，以后谁不听你的，我直接给他们撂倒。你有没有脑袋？你要是把他们都撂倒了，我管谁啊？啊，对，你这个脑袋，除了修灯泡，你还会干别的吗？这小子，我一定要把他搞定。他好像就听那个小丫头的，所以要搞定他，必须要先搞定那个小丫头。哎，我有点小建议啊，那个丫头她啥也不是，她每天就是咯呀咯呀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其实这几个人里面的根儿。都在那个胖子唐欢那儿。准确。嗯。那可以先搞定唐欢。哎，没用。但你看那唐欢听过谁的呀？那走路都不瞅人。如果想搞定唐欢，那也必须得让他先正眼瞅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你有啥冲我来好不好？闪开！我看见你什么都不想干了。不是。我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。
你要干什么？不是，哎呀，我你还不了解吗？我能干啥？我每天最多想想呗。不是，那个，我告诉你啊，唐欢那面啊，你不用管了，好不好？我替你出马，我给你搞定他，你放心吧啊。你好好的啊，等我，守身如玉啊。